智能排版部门的东西。你过去吃饭吧，可以看看。过去我还是要吃饭堂的。我像这一个。像我们学校不知道会不会有做到一个，就是有一个简介，然后有一个就是领导来去参观的，参观领导一些，然后可以搜索领导其他玩这些的。这个你像那个网站，但是搬到这里来是吧？对，展示展示形态，展示风格，这个意思吧？取消、这个是展示的一个企业的。这里，要把这个插一下去，里面就可以插一个东西。